让我们的文化文艺走入巷子，所以说我也让我们的圣经不用花钱就可以在我们圣经
般这里有一点文艺活动，所以今天场面蛮热络的。虽然天空有下点细雨，可是人还是这么多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多多来举办，也希望我们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那个好、哦、我们的空间，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时常来举办这个文艺文化在巷子里的这个活动。请问一下，这您请这个陈明章先生来是您是自己去邀请的，还是他有一些艺人让你来选择？他有让我们自己来选择，他有我们举办单位，我们主办单位哈，像我们要征集，他有几个方案，譬如他有什么什么活动，有歌仔戏啦、啊，有布袋戏啦、啊，哦，有原住民舞蹈啊，也有像这种歌唱老歌歌唱，所以我选择这种比较老年人、年轻人啊、哦、都可以接受的，啊，非常的好一个活动了。有几个活动可以办呢？这样的活动，以现在目前我们文化局的社教馆呢，他告知我们说，我们的理想哈、哦，如果要再申请这个活动的话，可能要3年5年，因为这个台北市哈、哦，总有400多个里，所以今年总共征选了48个里，所以哈、哦，我们不能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来举办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们不能说今年申请了啊，下一次明年又要申请，我们一样都要把这个机会，每个里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活动，让各个里来举办这个比较有意义的文艺在巷子里的这个活动。好、哦，了解了解，好，谢谢李长接受我的访问，谢谢。这是什么里？对不起，我是惠安里。惠安里啊、哦，了解了解，谢谢你接受访问，好，谢谢。谢谢